就如我刚才说的，我在船上看到二人异常，我就上岸尾随。那个男子把女子带到巷子当中，对其上下其手。我现身让他住手，那男子撇开少女就跑。我就鸣枪示警，让他站住，他就一路狂奔，我就追了上去。剩下的事情，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不过。 做一个笔录，用得着这么多人啊？哦，抱歉，你知道关哥是我们警队头把交椅，他被一姑娘家给办了，我们就过来凑个热闹。那个少女现在怎么样啊？ 方医生，灵犀怎么样了？您进一步说话。白小姐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，她似乎是吃了某种不知名的药物，成分现在完全查不出来，我们也不敢轻易的下药治疗，常规的医疗手段都用尽了，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。 如今这个情况，还不如把白小姐接回府上，静养观察。他这是怎么了？ 这是人在睡眠状态中的一种生理表现，白小姐现在应该是在做梦。还有多长时间才会醒啊？乐观的话几日，但是也出现过这种状态陷入长期昏迷的例子。